这女的干嘛的？省公安厅的苏英你不知道？跟咱罗队一个警校的，比她还小两届，弦儿一样大。我们女经理的这个，不是他这个他也不能说让咱停咱就停啊。我们布控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盯这个人盯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你让我说撤就撤，咱俩谁搅和谁呀？你知道我们盯这帮人盯了多长时间了吗？你的贸然行动差点暴露了我们。我们吗？这是我们的辖区。我是代表省厅在办案。我们就事论事，我们今天要抓这个李安福，他涉及的是命案，命案就是大案，就是要案，命案必破，对吧？在我们眼里，命案也是大案要案。我告诉你，和李安福在一块的那些人涉及的案子更大。这没有人告诉我呀。你确定要在这儿跟我聊案子吗？我。赵局，是我。你到底是想站在哪一边啊？我过去跟你说过，想要摆脱黑暗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在有光的一边。我就是最近有点糊涂啊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说你庄文杰到底想让自己站在哪一边呢？罗队，我有点不明白，您今天找我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想来问问你，说你住院期间都去哪儿了，有没有拿过什么东西，这东西给谁了，或者你藏哪儿了，有没有？这个东西不简单啊，而且这个东西对于你还有你周围的人可能都是一颗定时炸弹。什么东西啊？住院的时候我可是哪儿都没去过。油盐不进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行，罗队，我觉得您要是有时间来我这儿问这些有的没的，您不如多花点时间在李安福身上。王雪的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呢。因为李安福这个案子很复杂，他对王雪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单纯，所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电信诈骗，听明白了吗？这当然不是电信诈骗，他把人都害死了。我知道。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有必要把一步一步查案的进展我都要跟你汇报吗？我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在调查呀？那就麻烦您赶紧去调查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。因为丁生火可能是跟很多事儿都有那么点关系。你呢？现在倒成了一个被抓起来的人，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？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旧日的窗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旋风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半座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尽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半座
叔叔断命，生生不息后湮灭，徘徊不见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，风吹得停止不前，自如篡改的汽笛钟摆地吹，只想灰暗的空气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变